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当知初学发意，求向大成，未得信心者，与无上道甚深之法，习胜一切。我当以巧辩玄说实意，玄说实意而难为之，令离却要，是故号我为善难为说者。这段经的意思，地藏说地藏菩萨呀，善巧方便，能够使那没生信心的众生，令他生起信心啊。这个是指说没有信大乘法义的众生。一般的众生说是发成佛的心，这是大乘义啊，这个心没敢发。所以地藏菩萨劝他发成佛的心，这个叫求向大乘的。对于说了生死得人间的福报，这众生容易接受，说行善事啊得善报啊容易接受，说你发信佛发成佛的心，这类众生少。那么很多的道友啊，信佛之后，我想没有发成佛的心，跟这段经文差不多。我这发个了生死心就不得了了，就像现生的生活之中得到难为，能减少啊无缘无故的一些个灾害，就满足了。说是一发心出家，乃至一发心信佛，我为了成佛才发心信佛的，这个我听到很少，现实如是啊。是末法的众生发大乘了义的心少，发离苦得乐乃至发出离生死也少，要发得点人间的幸福，求现生的难为，这类多。说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就对见净信菩萨说呀，说是假使有一类众生求向大乘，但是呢信心不够，乃至于发了求大乘心的人都容易退，在这个甚深的法义当中他怀疑，看到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这类经上的说的有啊，一者是不信，二者是信而怀疑。那么对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地藏菩萨对见净信菩萨说，我以方便善巧来难为他们，让他发菩提心。这个例子把它说通俗一点，说当初一信佛就发度众生的心，这才叫大乘心。信佛不为自己求难乐，当愿众生得幸福，这叫大乘心了，这是甚深之法。乃至发了心的自己疑惑，我能做得到吗？我经常听到道友说，我连自己都渡不了，我渡人家呢，这类话很多，
好多道友都听见了，听见有发大乘心的，是什么样的算发大乘心的？从来没抬到自己，不是谈到底都是怎么样让众生闻到佛法，怎么样让众生能离苦得乐。诸位道友互相可以听听啊，我们信佛的道友不为自己，单为他人。对，所以大乘经义说，不为自己求难乐，但愿众生得幸福，这叫发甚深的意了。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？缺药。自己想，我能了个生死啊，就了不得了，单为自己求处理心。遇到这类不发大心的众生，地藏菩萨对他们善难为，劝他发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。这个是专对着一些个不发大心的众生说的。对，什么叫善难为？怎么样能劝众生发大心？把那个小心呢、劝药心呢、光为自己的心呢，把它取掉。嗯，难为他发大乘心，云何难为呢？这个难为的言语，地藏菩萨所说的难为的言语，所以对那个顿根小心的众生，就不发菩提心的众生，就是单为自己求难乐的些众生，给他们讲讲行菩萨道成佛那种殊胜的功德，那微妙的法门。这个意思说，不是自己能够断贪嗔痴就好了，说能够让一切众生都断贪嗔痴，让他发心不但求处理心，而且趋向大乘的心。劝一众生发心成佛，发愿愿向佛成。单思念无上道，这个无上道是转着佛成说的，究竟了成佛。但是成佛不是简单一句话呀，要广度一些众生，把你的功德利益众生的功德圆满了，成就了，这不是短时间啊，无量一劫的，自度度他，这个时间可就长了。要是管自己了生死，断了烦恼，乃至断了分段生死，这个在这个道义上说，行道时候说容易，要说让一切众生都成佛，这是地藏菩萨的愿啊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那不是挂一个愿而已了，愿而后有行啊，行就是发菩提心，就是劝化一些众生就行。我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，一般的都是了头自己的了，当人受苦难之中，他想到的就是自己怎么处理，他绝没想到让众生都处理，把自己痛苦都忘掉，这才是发大心的人呢。说地藏菩萨说，他难为啊这些个没有发道心的，
那些个钝根的，心很小，大小怎么分呢？先为了自己，而后才说度他人。大心的呢，先度他人，没有自己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对于佛道甚深微妙的法能够进取，发愿趋向成佛，同时还念要想积累一切功德，北行南行的苦行，就是一般人间做不到的事情，自己能做得到。一般菩萨行菩萨道的人，乃至舍生命帮助别人，没有自己计较个人的得失，这才叫行菩萨道。这个度他人即是度自己。我常是那么想，那么中午那以前烧火的时候，烧木材的时候，或者烧柴火的时候，那个火它不起火，着不起来，得用一个小棒子来它挑一挑，那挑火棍，挑挑挑的那个火都着了，才会有空气它才着。这个挑火棒就是行菩萨道呢，把众生都度尽了，但是自己也被燃烧了，一样的。对，那个含义拿这个做比喻。当你度众生，让众生断烦恼，那你自己烦恼也断了，就是这个含义。但是这个得经过时间很长，不是一劫两劫，一说无量劫三大劫，那个就是时间极长了。菩萨不畏生死，因为度众生得在生死苦难当中去度众生啊。对，像我们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，是你度人家，人家度你啊。极乐世界你度谁啊？你有那个力量度别人吗？但是因为我们心缺药，生了极乐世界去，成了道了，那么再回到娑婆来度众生，那么如果生极乐世界的大心怎样发呢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就等于我们去学个本事，帮助别人。没说没有本事帮助别人，想让别人离苦得乐，你的方法没有啊。所以求生极乐世界等于到那儿去学习，学了方法，学了立生方法，回来再度别的人。但是这个发心求生极乐世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而发心求生极乐世界的。大家权衡一下吧，这两个同样，一个发生极乐世界为了自己了生死，一个发心到极乐世界去为了利益众生，这就叫发菩提心。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死当中，就在六道轮回当中啊，受好多苦难，那么不畏惧，长劫在这个一切苦难众生当中度众生苦难。你想度众生不到众生当中去，你能够度得了众生吗？就是不畏生死，不怕一些苦难，要度尽众生。为了求自己的解脱，
比较容易，要是让一切众生都解脱，再一个非常难了。这个大乘意呀、啊，发一发就退堕了，不容易发。例如舍利弗要想发菩萨心度众生，刚一发菩提心，第四天那就化为天人，化为人，试探他一下，看他这个大心是真的假的，你就化现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那路边上哭。舍利弗问他，你哭什么呢？他说呀，我的妈妈害病啊，那么药抓到了没有药引子。舍利弗问他，这药引子有什么困难呢？他说非常难。说要什么做药引子？要活人的眼睛，那死人眼睛不算，得活人眼睛。舍利弗一听啊，这我刚发菩提心，就遇见这个事儿，是舍呀不舍呀？不舍吧，我发了菩提心了；舍吧，这个不是眼睛很困难呐、啊，不是钱财啊，就坚定，赐给他，就把左眼睛挖给他了。那小孩子小女孩就说，你挖错了，我要右眼睛啊。这舍利弗说，你不早说啊。对，这心里就有点退悔的意思，还没完全退悔，把右眼也挖了，反正我有天眼没关系。我觉得这小孩把那也拿着，我以为我又这胖腥臭的，怎么能吃药啊，丢到地下去还拿脚踩一下。舍利弗道心就退了，说菩萨道难行啊，不是说说而已啊，以舍利弗的智慧修得的德，他见思惑都断了，能发大菩提心呢、啊、上下退心，上下退心。我们经常里也说，若我个人吧，也是想学发菩提心呢、啊、帮助别人，感到自己受苦难的时候就想到了帮助别人，连自己度自己都困难。因为什么呢？在苦难当中怀疑了，佛菩萨倒是灵啊不灵啊，心里就起怀疑了，就怀疑了。然后自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，对，为什么受报呢？所以说发大菩提心的人我们这都是顿根小乘的人，要发无上道的最胜殊胜的心呢、真不容易了。发了心发愿，我们天天都发愿，四弘四愿，我每天唱站着唱寄诵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一个也做不到。发的是空的，遇着警戒现前了就往后退，遇着灾难了不是因灾难而去帮助别人，自己先跑的比谁都快啊！这么多众生啊，所以这是顿根小乘的众生要想发生到圣妙的心呐、啊，行做不到的苦行那就难了。我们经常听到，我自己还没度呢怎么度别人呢，这句话常听到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子道友们都懂得佛法，你能够劝那个没信佛的人帮助他来信佛法，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啊，
不是你劝人家人家就信呐。啊，你得行好多方便，遇到几个挫折你就再不敢说了，特别不信佛的人劝他信佛，这还是一般的，一般的，特别在危难当中，你自己还在危难当中，假设说我们现在都在生死苦海当中，没想到自己在苦海当中苦难，而且看到别人的苦难，这才真正利益众生。因此啊，难行的苦恨自度度他，这个时间长了，不是一次两次，一天一劫两劫，不是咱这百年的寿命啊，无量无量的生中啊。地藏菩萨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善难为说，巧说方便，这就是《木匠占察善能业报经》的真实的定义。我们看见占察善能好像一个一般的经典，或者看前半部是小乘经典，这是完全是华严境界，这后头完全是华严境界。你说这类众生，地藏菩萨用善巧方便给他说真实意义，真实意义就成佛的意义啊。什么是真实意义呢？说一切诸法本性自空，这就是真实意义。你看见任何随便一佛法门，眼睛见的，耳朵听的，心里所想的，六根门头所接触的，就是真实意义。这个得要你自己先理解，因为它都是从自性而发生的，先理解到自性本空，一切诸法都是空的，自己理解到，又把这种的法方法给一切众生宣讲，说一切诸法无我无人，无自无他，一切法没有一切法，是空的。那你自己证得，而后给人家说自己没证得，若是信了，这是信为菩萨，而后向别人宣传，说一切诸法呀，毕竟无我，聊到诸法无我，一切大乘经典都如是说。在这个无我当中，我们对自己观想的时候，这是我知，不知之我，我见，我所见到的一切问题，不假我自己的我见来看一些问题，达到没有我见的来认识一些诸法，你认识吧，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，一切诸法皆空，没有行也没有修道成道了，也没有什么方所，也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个是将一切法皆空的了啊，乃至于为说一十八空等，一切法都空，没有生死涅槃，是十八空，下文再讲啊，下文会讲的，生死涅槃是相对的，一切诸法皆无，为什么没有定时的体相而可得又复说一切诸法如幻如化，都是幻化的不实的，说一切诸法像水中月亮一样，水中的月亮不是真的了，那是影子，这个大家都懂的，
说一切诸法像镜里头像照的像一样，啊，若钱大波成，其他都容易证。钱大波成，八部鬼神众有钱大波鬼神，这个是随时现，随时没有。对，如果你要带山东啊。山东有个崂山，离青岛60华里。我们到那个崂山，在这个太阳没出、将要出、没出之前，站在崂山的顶上，看东海，看海里头。这时候影像海里头像一个城市一样的。如果天气很清明，你有时候看见，就跟咱人家人那里头行住坐好多人走的干什么的。完全有，太阳刚一出没有了，钱大坡城是没有的，只是一个影像，说入钱大坡城就形容着没有，空的。但是他一时都有时候现呢，现那影子，说在崂山上很多就跑到崂山顶上看海市蜃楼，那叫海市蜃楼。在我们佛经上讲的就是钱大波城，八部鬼神众有钱大波，那是他的城根本是没有的，但是他现影子。还有一个空谷，你到山谷里，到山里的你喊一声啊，那互相的音声就响，有吗？没有。如扬燕入水上的泡，如落太阳一出就干了呢，若灯，若木鱼，若梦，若电，若云，形容词都是空的，形容空的意。那拿这个比喻，我们的烦恼生死有吗？空的，但是我们众生空不了啊。那烦恼来了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去饭，它不空。为什么空不了呢？它不认得，就是执着呀。水上的泡，露水的电，眼里的空花，像睡觉做梦，做梦能是真实的吗？但是凡夫执着呀，要做个好梦啊，他会高兴一天；要做一个噩梦啊，他两三天都过不去。本来没有，这叫妄执，妄执。所以说，这样来看烦恼，来看生死，说我们的性体，说我们性体啊，自性的本体啊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生死，在那个性体当中的它不存在的。对，像咱们一个寿命，咱们一人的一个寿命，佛给我们讲的，让你修惯了是假的，在你生老病死现前之后，你能够把它断成是假的，你就减轻痛苦了。但是我们修不到啊，但是它事实就是假的呀，真的是不坏的呀。每个人都因为我们身体是真的呀，但是它是坏的。等父母生下来很小，真变老了灭了没有了，咱们是这样来认识的。但是灭的消灭的是你形象，而不是你的心性，你要对你的烦恼生死没有实体，假象，实体是不坏的，你想求他长寿不可得，能不能？因为你要达到不生了，也就没有灭了，不生嘛，实在也没有灭。那体性是寂静的，这个咱没证得。
没有正德这明白，这明白的呢，佛教是我们的明白。人说生死即涅槃，在你在生死当中你认得到，你可以舍掉生死正得涅槃，因为这个生死是假的，你要把它当成假的了，认得它是假的了，你就可以有道了，就先得到了。再一个是完全讲空义的，地藏王菩萨跟我说空，空就先从这个写个观，说这些一切事物，生死也好，涅槃也好，一切法没有个真实的，没有一定的，这个相是假相。为什么呢？真的就不变了，它每位都在变，变变变没有了，消失了，死亡了。烦恼啊，生死啊，涅槃啊，假名而已。我地藏菩萨跟我说，说你要把你的见，见者就是看问题的看法，能见，见于所见，能见是你的性，所见是一些相，能见就于所见，对你的身体，对你的心，你的身心就是个执着而已，没有实体的。那么现在有个肉体啊，这肉体是坏的呀，对，它会消失的呀，它不是永久的呀。当你十岁时候，你一两岁的时候死亡了，你九岁的时候都死亡了，十岁在。当你二十岁的时候，那十岁也没有了，这叫生灭法，这是我们的执着，说要把这个执着破掉，对，破掉呢，就破到一切见，这是妄见。因为大家没读楞严经，读到楞严经就知道了，十方显见，那是显见性的，说你这个身体的身心是执着，你执着它有，实际它没有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个肉体啊，说在它有肉体的时候能够认识它，必定消失，这是肯定的，一定要达到什么呢？消灭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能离开这个这样的观点，要能够深入的话，你什么都看得破，放得下了，这让你破见，是你执着这个妄见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心量不大，不大就说不敢这样的关照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的死亡，乃至明知道也不承认，人人都知道死亡，要是到死亡的时候，你放不下也得放下，就说你要执着也执着不成了，它消失了。应该这样的理解，不要生确要想，不要生长远想，勇猛的来观这个问题，毕竟灭，灭就是一定要死亡的。说佛告诉我们，生老病死，乃至于奈别离、怨憎会、五蕴之盛、求不得，这八种。这苦难你如果要看破了，要认识它了，它是随真而起的，从虚妄虚假当中，你在这里头认识一个不生不灭的、不变不异的真实的，就是我们的性。
说这些个叫达到咱们前文所说的啊，现在地藏菩萨叫什么呢？是意识境界。这个意识境界的法，它是离开生死的，生老病死苦乃至于八苦，没有这些个东西。对，这是我们本具性体，这是我们法身，我们的法身清净的，跟佛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，无二无别。在诸佛菩萨是功德，在我们众生是烦恼。同时你这样关照了知你的真性，每一个众生都记住有真性，就在众生身体当中，也不离开身体。你在身体找你个真性没有，你那个心是实是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他具足有，那真心骗一些出啊。对，如果没有佛的这个知见，没有佛的这个真分，我们就成不了佛了。因为我们跟佛无二无别，能成佛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些个烦恼给你障住了，障住了。同时你要见到一些众生真宗，都有如来的真实微妙的清净功德，那是本具的啊。如来是从四修发现他发明的本具的，四修跟本具的合二为一，就把那些污名啊、痴难啊、所有障碍都洗干净了。假什么身上、衣服上有些脏的东西，你洗一遍洗不干净，洗两遍洗不干净，洗三遍呢，那就洗干净了。再说我们的本性，说我们的性体不是这个肉体，没有生老病死，也没有苦，当然没苦也没有乐，没有一切相对方，与佛是无二无别的。这一段文章地藏菩萨跟我们先讲，众生啊都能成佛，就是只要是你肯修，肯修依照地藏菩萨教导，就是他所教授我们的方法，说前文所讲的意识境界，你去体会，如果能悟得了意识境界了，那是离开生老病死的。生老病死是假象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你要是这种功夫啊，不管你会修也好不会修也好，你平时要这样想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，最痛苦的时候，你把你的心能感觉痛苦的这个感觉跟你身体所受的痛苦的苦，你试验把它分离一下。在楞严经上教授我们的，说我们有个能感觉的感觉，觉到肉体所受的痛苦，能感觉的这个觉，觉得身体所受痛苦，这个能感觉的觉不痛，他觉得上痛苦。我从事这样想，我在医院里头住院的时候，逢开刀的手术，医生给你先打麻药针呢，把你神经麻住了，他开刀干什么？你没有感觉，也没有痛苦。等麻药过去了，你可感觉痛苦了。要不打麻药，你自己能控制你的心，
你把你的心跟你肉体分开，这得有很长的时间功夫，不是我这么说你学就做得到的。当你这个感觉的力量产生力度了很大，不要打麻药针，你看着肉体跟你没关系，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。历史上这一类的人物很多呀，大家看看那关云长刮骨疗毒，那华佗把他又划开，那刀子在那骨头上刮，那声音呢，听见的人闻到那个声音都吓得不得了，关公还在下象棋呢，没事情，说他心力很强，心呢降服住他的身了。当我们最痛苦时候，你让你这个心跟那个身分家，就心跟身两回事情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有觉觉痛，无痛痛觉，你有个感觉感觉痛，但这个痛啊痛不到你感觉上去，但是我们这个力量不够啊，所以要那医生打个麻药针。有没有不打麻药针的？我们一个老和尚到医院开刀的时候，他就不要也不准医生打麻药针，医生说你会痛昏的，他说我不痛，你刮好了。这种要一种功夫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。当你修的时候，把你这个精神跟物质两个分开，你这肉体是物质啊，你精神不是物质啊，这个效果会产生的。对，我就试验过啊，我也产生过啊。对对，你看我们的主持这类事情很多了，修道者的人呢，他能使他分离。